台南咖喱北投羊北埔夜市今年受到外界重视，为了合作人有更加完善的文化传承空间，台南市政府提出计划兴建北投羊主肉综合服务中心。最早关心的是赖副总统，那他特别希望我们针对这个北投羊这个地方的整个文化的保存这个部分要加以关心。要不是没有前瞻的话呢，我们今天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今天整个综合服务中心的规划，台南市政府已经进入到这个规划的阶段了，接下来就是工程的细部设计规划的部分。那简单讲就是所有经费的部分呢，我们按照中央跟地方的这个配合款呢来全力来协助。关心地方的发展，立委郭国文22号下晡邀请到原民会主委、文化部专委以及台南市政府共同会勘北投羊文化园区综合服务中心兴建计划进度。特别是两年多前的时候，主委就已经跑来一次了，今天来第二次。那上次来的时候是给计划的经费，那这一次呢是给硬体的设施的这个预算。非常感谢，我们期待这栋这个综合的服务中心能够提早呈现在所有关心北投羊文化的朋友的眼前。综合服务中心规划五楼馆的建筑。整体工程的经费预估高9000多万，经过立委郭国文的争取，将以中央补助70%，大约6000万元，地方主张30%来做兴建。主委特别来到现场第二次来做关心，同时对于未来的整个兴建，给予我们非常多的一个支持。那我相信这一个计划会加速去落实，让我们的西拉雅的一个文化能够永续的推展下去。副市长叶哲山表示，会争取北投羊主肉综合服务中心在2年完工，两者让社会各界了解西拉雅族的文化脉络。南投新闻台吴春长咖喱采访报道。